我自己平常如果要工作很忙，或者是因为当然就想把做一段很长时间的瑜伽，但是如果我自己在家就简单的拉筋，就是放松一下自己的筋力吧，我觉得其实还蛮有用。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就可以好好的泡澡，然后练习那些就是相关的东西，就会让心情舒畅。嗯，我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可以身材练得非常的苗条，然后又很健康，可以跟女性朋友分享一下你怎么样保持好身材吗？好啦，就是第一，除了饮食的话，很注意就是不要去吃一些垃圾食物，就是吃什么就是身体会长什么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再来就是当然就是多运动，就是让自己就是身体可以紧实，因为其实如果是同样的体重，但是是肌肉的，就会看起来比较苗条；如果是肥肉的话，你就看起来比较胖。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有一个小秘诀吧，我觉得是这样。哈哈。那你在平常练瑜伽有什么特别的招数？特别招数吗？特别喜欢的。好，我自己练习的话，就是希望可以每次可以达到一个半小时，然后特别喜欢的招数。当然觉得如果练会一些可以看起来像是炫技的，就是什么倒立啊这些动作，大家当然就看起来很厉害。可是老师都有说，练瑜伽不是有比较型，就是我们不要去跟人家比较，要去练得好像很厉害。所以对心里就自己会有一点小成就感就好，就觉得就是一个偷偷让家人知道还有朋友，就是觉得你很厉害，这样很好。那你平常会很重视香氛吗？生活也像其实对我来讲，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其实香味我觉得是可以让人记忆特别长久的一件事。然后，我觉得选择什么样的香氛也是也代表一个人的个性，所以，通过香氛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是最直接可以让你身旁的人，有时候你可能只是走路经过，可是，这个人身上味道好香，你就回头多看他一眼，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。